哇，跟大家道个歉，因为国语讲的不是很好，所以谢谢大家的体谅。你们说文康的华语讲的好不好？啊！哦，你跟他又，呀，他说你很好，这已经不错了。我以前我在上海能讲讲好，我都没有一个奖，所以不错了。所以文康最近有来，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 新加坡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Jeffrey 庄伟翔。那有问题吗？抱歉，抱歉。没啦，没问题啦。有问题就是你长得太高，有问题你长得太帅。我可以盲掉的，因为我们拍戏经常盲掉。尤其是看到我这样演员，你就更加的不想要看到，对不对？没有，或者拿 Apple Boss 给你站。<笑>那是敬老尊贤的意思。哇，你看他很厉害嘞，他一打人又走一圈，是我讲我老嘞。没有，我是老，可是我是五言媒体里。 最小的师弟，真的，要谢谢各位师兄师姐们的照顾。对对对对对，那你应该是最近也是由新戏要上映了吧？目前在八频道的天之骄子里面，大家庭是的，那这里感受到温暖，我相信新加坡也会给我温暖。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的作品。新加坡可以加倍机会了，好不好？呀，还有嘉宾的Instagram就是，就是那个天之骄子。 那个是演那个尖角啊，那西瓜甜不甜？真的很甜，是 OK 啊，对，很甜，真的很甜，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都融化掉了。好，谢谢我们的 Jeffrey，在 NUS 咯，哇，读这个，这个你不要跟他乱讲话嘞，他不好随时随地就把他断下来耶。而且现在边读书边训练。 训练什么？其实我是想今年去那个亚洲运动会，但是因为现在也是忙着做工，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做工。哇，现在已经在当营灯了吗？是是是。哇，好厉害，都要读书，要做工，要开始。大家好，谢谢你们从国来看我们。是的，师兄就是师兄，来你看这里就哇。 没有，其实我在这边我是很感动的，因为真的很难得我们午夜媒体那么多艺人都可以站在一起，然后现场给你们好好介绍我们最近的状况是怎么样子。是。然后我自己本身呢，距离上一部戏就是执行人嘛，距离那段上一部戏应该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了，所以不久才刚刚拍完的二二九明天见，应该就是在九月头会播出。然后刚刚也拍完了一个 Toggle 一集的一个鬼戏，叫《Ghost AR》，那个应该是大概我们 Halloween 的时候你们会看到。是你在里面演鬼吗？我是在里面演那个被鬼缠住的人。哇，神不要缠你，人都要缠，何见是鬼？<笑>对，没有。然后大概八月的时候会再拍多一部 Toggle 的网络剧，所以希望你们大家会多多支持。呀，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深的信息呢，可以到他的 Instagram 哈。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希望如此。最后我真的很想说的是，今天也会看到我们午夜媒体很多的新人，然后渐渐我们的新人一个一个都会慢慢的接上了很多拍戏的主持的活动啊，主持的工作啊，所以真的希望你们大家可以多多继续他们支持，然后多多鼓励啦，因为毕竟我觉得出道是一件很艰难的一件事情。是的，而且出道呢都需要我们的朋友们多多的支持，我们才可以 有上得到圣像好的成绩，所以我们要积极的，也要来支持我们多多支持我们新人哦。哎，谢谢大家，接下来要欢迎一个我们这里，我觉得他的那个身份比较不一样，是的，已经升级了，重量级，已经重量级了。你说，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老了，来吧，哪里会最老是他了，老弟。 恐怕比你老，名字老，可是年龄啊，不要讲，不要讲，比较老。这位呢是我们来吧上课里面最皮的一位学生，他就是 Jerry。什么是最皮的？最皮，good boy，good boy。有人讲最皮的，就是good boy，good boy。我顽皮。啊，要你懂啊，顽皮，什么皮？哦，其实大家都讲，都知道我的华语是真的讲很棒的，对吗？对吧？但是for the benefit of everybody else who speaks English。 I'm going to come in English, all right. Good morning, everybody. Is it morning? It's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everybody. Good night already. Good night already. Very soon, very soon.
Alright, so if you want to know what I'm doing right now, hanging out with you guys is something I want to do, and hanging out with all these people right here is my privilege. Previously, recently, I've been doing a lot of commercials, something that you guys can consider doing also. If you want to do some TV, right here you can join them and do the TV. If you want to do some TV commercials, I do for right here, it's for gel milk. This one's for a commercial for a car. You can see I've got one Angmoh son, one Angmoh daughter, and one British wife. Very lucky, but not married. Not yet. And over here, we're doing more commercials for Yuen Sang and some hosting jobs. So my life is very simple, but I thoroughly enjoy it. Yes. And you know, Jared, I spoil your movie. How much your movie I refund you? Wow, he wants you to follow her back. Oi. Yes, you, when you stay, I'll follow you later. Later, I'll pass Jara to you. Alright. Yes, thank you. Oh, you don't want you already.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Alright, thank you. I know who will follow me. Thank you. I see you around. Thank you very much, Jara. That is Jara. Anyway, Xie乐. Hello, 大家好, 我是谢乐. Hello, 谢乐,你好. 首先我要谢谢，因为我给我的机会和磨练我的过程。来来来来来来，我们先大声，来来来来，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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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他也是师姐，这样快你就是他了。哎，我让他说，小心啊，OK，让继续。那像姐姐刚刚所提的，我将会和他一起演在这部戏《神奇之吻》，所以请大家支持，谢谢。去的人请大家支持我们的谢乐，他的 Instagram story，爱谢乐。我跟你讲，谢乐哦，他是很红的，每次我们去学校做那个。 我们的这个学校见面会的时候，那个我的故事，每一次看到谢乐的那个短片出来，他们一看谢乐，有谢乐好红哎，来，掌声谢谢我们的谢乐，谢谢，来。There's nothing that says you cannot put two bells。哦，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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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ffort and thank you, Jeff. Really, thank you very much. Yeah.